房间睡觉，我却在做 puzzle， 对着书流眼泪。别人在做美梦，我却靠在墙边背我的 PPT。我说要快快快快的读完，我却一直读读读读读不完。为什么要我好好读书？成绩棒棒后，你就会懂得这段话。考完后，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是比别人少，读比别人慢。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的黑眼圈，大家说的都是我憔悴了。我们的辛苦没有人看见，大大的脸挡在我的眼前。有空就多多握握我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听老师的话，别让他失望。想考好成绩，再。